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是迅猛和孙权。那我国大第一能看的大全队守护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全新的限时活动，超时空契约有全新的限时活动。不管了，这些车。直接早就有了。操！那么好抽哦，一张我们就也直接升四星了。如果这样，如果按照这样的进度的话，可以直接升。靠，这真的超猛哎！但是现在钱根本就不够啊，爽啊！但是现在要怎么办？最近是不是有金钱副本啊？然后我一直忘记打。主线一场再嘴炮好了。等一下有金钱副本，我试一下再看看好了。等一下有金钱副本，可是我没怎么在弄。我自己试一下看看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游戏没有钱没办法生存了。这游戏你要钱，就是金币，要不然死得很惨。哦。终于成功攻略了！官方送我们钻石了，下一集我们就会直接在十连抽了。接下来我们扫荡一下吧。没听啊！重点是，重点是，重点是。我们到底怎么赚金币啊？这里，金币副本。原来可以扫荡哦。所以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忘记了，自己每天要去打一下。先加码好了，等一下我们现在再做17000。今天加码哈，再演示一场金一场给你们看。不过我们挂着应该就赢了。挂着就赢了。好啦，就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，拜拜。